曲奇晨在节目上谈到了与防弹少年团成员 Jin 的关系。当天节目上正好谈到了防弹少年团，这时主持人便询问池奇晨：“听说你和 Jin 很亲近吗？”对此，池奇晨害羞的表示说：“我们很亲密，其实有点尴尬，我们只是交换了电话号码。”并透露：“我担心我一直谈到他会对硕珍或是 BTS 产生负面影响。事实上，我很害怕先给硕珍发讯息，加上因为防弹少年团的日程非常繁忙，所以我尽量不去打扰硕珍。”最后，池奇晨也向金硕珍喊话：“君娜，我在远方支持着你，我不给你打电话的原因是避免打扰到你工作。你们真的太棒了， BTS 是韩国的骄傲啊。”